好，看这里哦，这个等比共西项，前两项合是二，第二项和第三项合是负四，为这等比级数总和。来，按照题目给条件好。哎，注意听，前两项合是几？二。哎，前两项是几？总项是 A， 第二项是 AR 等于级二。第二项、第三项合是几？四。 第二项是 a 乘 r， 第三项是 a 乘 r 平方等于几？五四，看行不行？来，所以首两项，第一项加第二项是几？二。第二项加第三项合是几？五四，看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一件事情，这边可不可以联立？可以。联立怎么算？先把 a 和 r 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怎么算？ 提出 a 行不行？变一加 r 等于几？二。提出 ar 行不行？变一加 r 等于几？五四。所以提出 a 变一加 r 等于二。提出 ar 行不行？变一加 r 和等于几？五四。是哦。你把这叫做第一式，你把这叫做第二式，这样可不可以？ 麻烦一件事情，把第一式除以第几式？第二式。把这两个向上下抓起来，怎样相除 ？A A 一加一加除以六，可以。一掉顺几 ？r 分之一，哎，回答我了。二和负四可不可以分？可以。约分约掉顺几？负二分之一。来，听老师讲话。 r 分之一等于负二，所以说 r 就是几？负二，出来了。对 ，r 是负二，带进去，先把 a 算算好不好？ r 用几代？负二代，一加负二是几？负一 ，a 乘负一等于二，所以 a 也会是几？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对，好，算出来第一步，第二步，来，题目数多少？ 求这等比总共几项？前七项，这总共多少？求属级数的总和，告诉他总共几个？七个。来，总和怎么算？带公式，它等于 a 乘上一减 r 的 n 次，所以多少？一减 r。所以带进去总和是几 ？a 是几？首项是几？五二。一减 r 是几？五二，几个？七个。 所以一减 r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a 是几？五二。一减 r 是几？五二，几次？七次。所以一减 r 这样行不行？来，负负得什么？是一加二三，分三的是谁？五二。负二的七次方是几？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四一百二十八，对不对？ 所以负的一二八，一减掉负的，负的正，一加上一二八乘起来是几？一二九，这样行不行？一减掉剩几？四十三，乘上负二负几？八十六，出来了。各位，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